小明，欢迎各位剧组来到舞台上。有请。中国梦之声导师好。给小明说一下，他吓一大跳不由自主，你也要参加是吗？先说一个和剧组采访有点关系又稍微偏离主题的一个话题。中国梦之声，您看好谁是冠军吗？你要去参加吗？我觉得你行。谢谢谢谢。直接说过哈。来说一说这部电影的看点，小明，谢谢。正好明天是父亲节，所以我借这个机会也祝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男人，我们的父亲，从小在他的宽厚的肩膀一起长大的，所以祝我们的所有的天下的父亲们节日快乐。那我们这个电影，谢谢。哦，完了。您待会儿还有机会，接着下来就有中国梦之声的节目是吗？好，谢谢。 OK， 好。我跟黄晓明还有阿段，我们主演的电影《马的二号》终于要上映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非常温馨的一个片子，然后希望全家大小可以一起去看这个戏。好的，借您吉言，我们一定会去看，也欢迎你们来到上海电影节。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前面，我们来合影留念一下好不好？抓紧时间，我看正前方，谢谢各位。5 4 3 2 1，左边看。